什么都别问，看完这三段影片你自己决定。开创一种新服务，想吞了整个马氏集团。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你想怎么样你直说，你要钱是吧？我可以给你，你开个价。我是谈钱，但我有底线的。我现在就拿这视频去给表姐夫看，看你们两个怎么死。表姐夫，本来我想马上把这三段影片交给警方，不过其中两段影片有你跟 Sammy， 我希望你看完之后自己考虑一下。 Sammy 害死我爸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这两段影片我会发给你，我希望你可以劝 Sammy 自首，这两段影片就不会曝光。新加坡和大马那边已经找到当时害死 Mandy 母女俩和我好朋友陈凤的凶手，他也承认了幕后的主谋就是 Sammy。 我希望这件事不是真的。 Sammy 害死了那么多人， Thomas 还怀疑公公的死跟他有关。 Marco， 我跟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劝 Sammy 自首。有点时间，我找他谈谈。就拿着视频去给表姐夫看，看你们两个怎么死。这影片是哪里来的？是口语发给我的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随时别再说这些了。面对现实好不好？你知道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警方已经抓到那个撞死陈峰的凶手，也证实了是他间接害死 Mandy 的。他已经招认了，说你是幕后主谋，瞒不下去了。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帮你。我昨晚想了一整晚，如果没有看到影片的话，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。但是看了影片之后，我的良心不允许我那么做，更不允许你远走高飞。Sammy， 我求你，我求你去自首。我会等你出狱，到时候我们组织一个新的家庭，过一些新的生活，好吧？全部错落结束，决定从恩怨换恨仇，情感散落路边野花，难以打开心中密码，派眼达前我是谁，你是谁，向上爬。我知道你一直很辛苦的往上爬，很努力的经营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但是你用错了方法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会承认吗？放弃才害怕，豁出那真心，你懂得留恋吗？